纹身会后悔的几率是20%，人能找到真爱的几率是0.003%，车祸的死亡几率是6%，人会死的几率是100%。这辈子你只能活一次，与其当一条咸鱼，何不大放光彩的在这人世间走一遭？成与不成，至少后话咱们能说一句。嘿，老师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